跟逍遥聊天室换掉。想要聊天室坏掉，吵到别的房客，他觉得我超吵的。干超好笑，干超好笑。想要聊天室坏掉，看这是这么大的手手啦，还要再按一次哦。好热哦。玩游戏，按了、干，他一定觉得我很吵，不会怎样吧？看你俩嘞。哇哦！哇哦！原来是先关门好了，不管了，看先关门，关门要紧。看外面有一只大怪物啊！这游戏真的没问题吗？大哥，这游戏真的没问题吗？外面有一只大怪物哎、欸！我只有手电筒哦，你是要拿来当绝命精神病院在玩是不是？看为什么啦？算了，我要走了，这里什么看不见，我还是回去好了。他妈的，门收起来了，门打开了，不要这样子啦！哎，啊，你好！我听到声音了哦。Hey，Hello，你是猴子对不对？看我不好吃哦，欸，好多红线哦，这是申请中华电信吗？哦，有声音，有声音在爬，在上面，在上面，完了，死定了！不要吃我，我不好吃。哎呦，不要累格，不要累格，增加游戏难度。哎呀，他这个线好酷哦，为什么要折成这个样子啊？看老师哎，白痴哦，不要闹啦！最好是门做这么小啦，跑出来了。哎，但我不想玩了，不要一直累格，门锁起来了。不要哦，不要哦。干，你们在那边笑我的反应，鸡巴耶！很恐怖，好不好？真的有教徒这么厉害，可以把人陷到现在在那个异世界？作者法院见，精神赔偿。章鱼被鬼附身了，算了。欸，有声音，有声音，有人在看电影哦。To family, family, I love it。好像是某个大伯在看电影的那种感觉。Impossible。Once the karma is done with you, 先关门再说。所有人请听好。
如果你对别人做坏事，不管是家人或朋友，当你残忍伤害了这些对你好的人，当你犯罪时，当你对别人造成困扰时，当你死后轮回将会找上你，当轮回结束后，你将以鬼魂方式的重生，在所有你曾经犯罪的地方徘徊，永远巡回。很多人可能曾经在夜晚听到痛苦哀嚎声，声音可能来自像针孔般的嘴巴，无法进食。啊，算啊，屁话，关掉，没声音了。但突然没声音，好可怕。可以不要这样吗？哎，我被门卡住了，还可以这样子哦。把自己关起来这样子，不然我还是乖乖往这边走好了。不要这么黑啦！看，往上走好了。往上还是往下哪个比较好啊？算我选择往上走。Oh my god！ 什么呢？天黑请闭眼。完了，现在情况非常不妙。过去吗？哦，大头狗，看三小，看三小，我是不能被他照到，是不是？他在看我哎、欸，你在看屁哦、喔！我靠，原来有一个大巨人在外面，晋级的巨人，这个要怎么过啊？他那个红光好像类似是他的视线范围，不能被照到、喔。哦，这样算有躲过吗？关灯。大事情，这里要怎么过啊？等他头撇过去的时候，赶快！哎，没事没事，没事啊！等一下就直接往前冲了，等他撇头。呀 ！Yes。谁在打哈欠？谁哈欠这么大声啊 ？Hello， 今天过得好吗？我很好哈，不用担心我没事的。你不要从天外突然飞来一笔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快点开门啊！怎么都不能进去？太小啦！哇，门自己开欸，就甘心欸。有厕所、喔？我为什么要躲厕所？往上走还是往下走？还是很多条路都不一样欸。看，我觉得往下走好可怕、喔，往上走好了。不要闹啦！开门哦！我在冒手汗，啊，你在冒手汗呢！又是这个超级独眼巨人，哎、欸，你看他这头真的超大坑的、欸，你看他在看这里，嘿，他的眼睛在做扫描。红那个红网辨识扫描，红魔辨识扫描，如果被照到，应该是一击必杀吧，我觉得啦。
他大概照到这个地方来，我要怎么过才正常啊？这地方怎么过啊？回头！不要做傻事了，这根本不可能过的啊！等一下，这到底要怎么过啊？躲这里吗？躲这边吗？原来冷气机是万用的、啊，这空调是万用的、啊。Oh my gosh！ 我的天啊！所以说，这个照过来，我就可以往前面走了。转过来，转过来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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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Let it go, let. Oh my god! 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哦哦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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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死了。三小，你好，早安。走。我自己觉得怪怪的。下面有楼梯吗？哎、欸，又开始了，我又开始卡了。那边哪有楼梯啊？没有楼梯吧？章鱼被鬼附身，这不是章鱼好不好？这名就是人。不要！这只能慢慢走。我会来不及啊！那边哪有楼梯？没有楼梯啊！我靠，倒超大只的、欸！哪里有楼梯啊？你骗我！不要！不要！大哥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哦，原来他只是会攻击而已啊！哦，他在制造路给我们走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！真是吓死人了。我看到他在那边了，我靠，我们晋级的巨人嘛，嘿嘿嘿嘿嘿，原来他是铺路者哦，好的，走这里还比较快嘞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安安你好，以后叫哈士奇啊、哦，月月，我先等他照过去 ，OK 了。哎、欸，不要，不要，你看不见我，他走了，又换地方了。干，我还好，我很冷静，我没有跑，我跑绝对被他一巴掌巴死。知道怎么躲？门就在前面了，我要用冲的吗？我可以打他的手吗？这臭婊子！
这应该不会有事吧？果然不会有事。我靠，那什么声音？不要！大大不要哦！不要放屁，不要打嗝，不要叫出奇怪的声音。又来又来又来了！他的声音根本就是要害你冲出去吧？我看一下这个灯光转过来，我也是没路可以走啊。没事没事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没事啊。他看不到我了，最后一步了，要冲出去了。大大，我们可以冲了。再见了，各位。嫩，还说是高手，笑你。Yes。哦，终于离开这里了。哇哦！哇哦！吓到吃手手。哦，原来这边有一张照片可以拿，神秘的照片。好，又拿一张照片了。Please change it， 拿好内阁。他走了、欸，巴西走了。哎呦，要许我。Breaking news from the scene, Mr. Bitchime and a pay. 好，闭嘴。重低音哈士奇，咚死咚死咚死。大哥，别打，把他打死他，门就在前面了。我不可能靠他的，你想太多了。帮他戴墨镜，他就变成废物了，没有错。老头，可以抖内你吗？如果你有闲钱，当然是没问题啊，对不对？往这边走好了。干门锁起来，操！不要锁门好不好？哎、欸，门不见了！哇哦！So cool， 转角就不见了，是怎么回事？哇、wow! ！我硬了，原来他的女朋友这么的浪哦，怎么这么浪啊？也太浪了吧！执勤官的字条。最近我会常出入三楼，如果没拿钥匙来还，我会把它放在执勤室的办公室保险箱。保险箱是吧？就是这里啊，一楼的。好哦，这是一楼的。硬什么？拳头啊！不然还硬什么？从三楼传来哦，我可以不要理他吗？还真的要走三楼、哦、啊？我刚拿了钥匙是要干嘛？我故意往下走会怎样？好像故意往下走不会怎样哎、欸，好吧。叫的连我耳机都拿下来听得到的大叫，这个声音我可以，我也可以。对啊，他的是三楼没有错啊。现在是四楼哎、欸，大哥，我拿了三楼钥匙，然后在四楼要开门。没有，我刚拿的是一楼钥匙，是不是？所以林北还要去一楼。找到进去的方法，现在三楼，我们拿到一楼钥匙，我们去一楼吧。看，只能去一楼啦，不然怎么办？啊，不然谁走啊？但是我走啊。啊，你们就等着被吓就好啦。这么累格干嘛啦？是等一下有东西冲出来哦、喔？有没有照片可以剪？我要躲在里面，再也不要出来了。那就是我，那就是我温暖的家。不要闹哦！我先讲了哦。谁在冲马桶啊？这是哪个北西在冲马桶？
大便啊、这个吗？干，最好是镜子都是黑的啦。我什么都没看到哎、欸，那想吓我？林北下面那么看到，想吓我？门都没有，我是有这么好吓的吗？想太多了你。你没有女友 Andy，他是女朋友的简，简不是因思路的简嘛，两个是不同的。还是小孩不能抖内，没关系啊，就真的啦，抖不抖其实我都没差啦。应该是讲说抖的话，当然是一分心意嘛。但是我觉得就是自己能力所及啦，这个我都不会勉强的。有关恶鬼，下面恶鬼啦，在佛教、印度教的相关宗教里，恶鬼是广泛知道的鬼魂，终身受尽于饥饿的折磨。自古以来，人们相信那些人世间犯了滔天大罪，像是偷窃以及占为己有等罪行，将会以恶鬼的方式重生。泰国人也相信，如果伤害自己的父母，也会变成恶鬼。哦，恶鬼的外形高耸，像棕榈树般高。哦，有着想象针孔般的小嘴，像自作自受般的痛苦活着。所以说，刚刚在那个上面那只很大只的巨人，他应该就是恶鬼吧？好吧，或许是吧，我不知道。哦，这边全部都警察欸，这警察看起来蛮帅的嘛，有没有？人模人样，有没有？人模人样的警察们。不要闹哦！不要闹哦！我找东西而已哦。先关门再说，我不管了。嗯，这可以搬吗？搬不下来，感觉好像需要一些工具才可以把它拔下来，通风口嘛。请问我学妹说她电脑坏掉了，请我帮她修，我该注意什么？不用注意什么啊，就是工具人啊。就帮忙修嘛，对不对？看可不可以制造一些机会啊，就这么的简单，没什么嘛。是给。是给嘿嘿，刚刚什么东西跑出来？怎么没有找到？像是密码的牌子。哦哦，06010808，刚好这边有哎，好丢啊！零六怎么用啊？啊？哦，这是重置哦。我忘记密码多少了，再看一次。06010808，06，应该是60吧，然后再来10吧，然后再来80吧，有了，我是不是成功了？干，失败，06010808，是要倒过来看吧？六十十八十，不对啊。会不会是60的对面是十？零八，零八的对面是30。试试看。也不是，干这几单角，箭头是上下。
PT 做一半就砍，超可惜，真的啊，就是老板嘛，公司的老板是低能儿啊，那个那么好的游戏，居然做到一半就砍了。恶鬼生前刀剑看太多，死后每天过着心爆的快感。90，有人说是90。哎、欸，安安你好。他的箭头是指下面啊，80、10、90是不是？80、10、90，或者是90、10、80，我试试看好了。要重置，我们先倒过来刚刚看啊，80、10、90，哎，那就不是，那就是90、10、80，哎，也不是啊。嗯，对啊，40、60、30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是40、60、30？这是怎么样的逻辑啊？40，你靠不要按错，40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是40、60、30？你们怎么那么强啊？为什么？这怎么看都是啊？会不会是他要把60，他要把80、10跟90转在下方，然后才是真正的密码？就是有一种那种反推的概念的对面嘛？啊，我懂你的意思，对面找到了3楼钥匙。看，那通常拿到关键道具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我想不必再去赘述了吧？啊，恐怖的东西应该要来了，关键道具入手了，妈的，我还不被追一波，我还不被追一波？Hello，我是要走回去还是继续走这里啊？我觉得他应该会被恶鬼追，说不定。哎、欸、man，干干，别闹哦！螺丝起子，拿螺丝起子要干嘛？攻击吗？哦，原来这里不能过了、哦，这里不给上去了。我来这边就是为了拿一把螺丝起子。嗯啊，我知道螺丝起子干嘛了。我知道螺丝起子干嘛了，走通风管用的，通风口可以用，应该是这个地方。哎、欸，干打不开了、欸，这刚刚不是打得开吗？还是我错觉？这里吗？好像是这里的样子。对，这边通风管，关门。这个吧，对，啊、oh，My gosh，兄弟们，老头要死追他，对，真的被放出来了，不对啊，这有什么意义呢？难道说逃亡的时候可以这样用吗？那我要去3楼开门了。有这么简单？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哇！嘿，man，门关得很紧哦。开门，开门，开门。哎、欸，卡住了是怎样？哇！哎、欸，我老婆，Jane，Jane。我老婆在前面啊。剑！刚刚擦身而过是剑吗？赶快去跟着他。可是你让我这么累格，我知道怎么跟啊。我觉得我终有一天会被这类个给害死哎、欸！耶、yeah!，有对讲机耶、yeah!！简的日记。当我每次躺在枕头上时，我都会反复陷入我无法预测的奇怪世界。安眠药应该会是停止这些梦境的好方法。
然后楼梯下的房间是否有老鼠？为何我每天都听到怪声音？如果老鼠的声音这么大声的话，我就要使用捕鼠器了。绝对不会是老鼠，你放心，绝对不会是老鼠。你想的太轻松了吧？怎么可能会是老鼠呢？您说是不是，大大？这什么啊？这警察局吗？哇，人模人样。哦，马拉派波，这就是那个嘛，杀人犯嘛。哎，还有东西可以看哦，算了，过了。偷车贼，这个是偷车贼，这个方案的偷车贼，偷车贼计划，所以他们到时候变饿死鬼嘛，就这么的简单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变成饿死鬼吧，这可不可以推啊？也是可以推这个我要怎么移动？Which resulted in a sharp steel rod piercing through his left eye. Mr. Pitcheye was. 吵死人了！这不能用老婆耳朵有问题，怎么一堆人会讲哈士奇？为什么你们都会觉得那一只那个恶鬼是哈士奇啊？老头无双近期上映，擦过了哈士奇。你们讲的哈士奇到底是你们说那只巨人恶鬼，还是那个女朋友啊？为什么要一直讲哈士奇啊？啊，这是刚刚我们没有办法上来的地方，我们要走啦。Here we go，那个地方可能要需要拉一些东西才有办法过去。看样子非常的 OK，没有什么可疑的物件会飞之类的，非常的正常。我还要把锅子放下去啊，原来如此。我听到有奇怪的声音，那这里是工地耶，好酷哦！工地施工，做得好真实哦。现在是工地在巡防吗？我觉得我先把钩子放下来才是重点吧。钩子放完的时候再往前走好了，先放再说。Go go go！你知道这种很恐怖吗？外面黑黑的，都什么都看不见，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啊！哦，我们又回来了，原来这里是从这边走下来。对啊，我们走3楼开门，对啊，应该这里没有错吧？干老师，哎，这样子把它勾起来之后，我还要再往上拉，怎么那么麻烦啊？我看一下你们刚刚讲什么。我喜欢柴犬，我也喜欢柴犬因为我家的哈士奇。我喜欢黑柴，啊，现在聊天室居然开始讨论起柴犬来了，哈哈，黑柴超可爱的，我真的蛮喜欢黑柴，看了之后就觉得哇，so 卡哇伊，so 卡哇伊。我觉得有事情要发生了，我们赶快吧，咱们快一点把他给拉上来，就可以赶快走了。所以说，我们其实走这边远比我们走这边远比三小，看死定了，快点，巨人要来了，快点，我要走这里，我要走这里。看，给你，快点啊！别，快点！快点！别起来啦！
又这么空旷，是冲山小啦。Oh my gosh！ 哦，大大啊！我靠，这三角没有想象这么容易耶。哎，他现在在那都不动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现在都不动了？不要打我 ！No！ 哦，难道要用跑的吗？不要跟我讲说要用跑的，才有办法躲得过。我觉得我等下用跑的好了，我觉得我用跑的反而感觉会比较好一点，比较安全。吸不吸？果然还是用跑的好。等他转过去，等他转过去。不要，差一点。哦哦哦哦 ！shit， 他好烦啊，这家伙，怎么可以这么烦呢？他现在是看哪里啊？可以躲到前面的柜子吗？哎、欸，看三小，死定了！呵呵，等他转过去，冲一波。没事的，完蛋了，这边更难了。我觉得我现在是往死里钻呢。该完蛋了，这要怎么过啊？哎、欸，太神啦！冲过，冲过了！再一次，再一次！过，拜拜 ！None， 呼吸声好吵，真的还蛮吵的。等一下，换他老婆的，在他后面吓他。但是第一吗？不认识。哇、啊！干、哦、你！哇！消失了。还好这次我没有被吓到，我还蛮冷静的。开始累格了。哎、欸！去看，又不见了。我老婆真是个谜啊！特别专栏有关恶鬼第二章，恶鬼因与自身的轮回纠葛而无法投胎，所以徘徊在人间。因为无时无刻都饿着，所以会发出令人唯恐不及的叫声。让恶鬼平静的方法有提供任何食物都可以，并在食物上点一根香，记得把食物放在铺了鲜红色桌巾的这个桌子上。哦，他这边有教我怎么。安抚恶鬼，把食物放在容器上面，把香插在容器上面，再点香。所以说，下次叫我去干这种事情就对了。我们还要安抚恶鬼，搞什么？还要找食物？那么大一只恶鬼，要多少食物啊？哎呦，靠！要吓我一跳，突然站起来。No, don't follow. Jane, it's me. 不要跟着我。哦、oh, ，老婆。
哇 ，BOSS 战啊！这恶鬼超大只的。 看什么看？找到可以安静镇恶鬼的方法，贡品可能有帮助。他会被烤我，哎呦喂呀！Hello， boss 战呢？好，我们找到了一个火柴，可以拿来点香。这个眼睛的部分是会被照到会挂掉是吧？那我们就往这边走，他应该是看不到吧。 这是什么？不能拿，我们没有食物，也不能点香。我想办法找到食物来源。总而言之，不要被红色的东西照到就对了，好吧？这个感觉就是有点困难了，没那么简单一件事情啊。会放记录档啊？会放啊。该不会是脚尾饭吧？有可能也说不定，像那个返校一样，像返校那个情节，好不好？ 现在要寻找超级脚尾饭。其实我不用蹲哈，他也看不到我啊。主要是我们要注意这个灯光是要怎么让我过。哎，不是吧？ 哎，不要，不要大大，干，猫死掉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操起耶，我操超大力的，哎，你为什么突然看我？不要！我决定了，我等一下要奋不顾身，直接冲到前面那个门。 就这么决定了。Oh my god！ 你的球怎么被冲着啊？欸，他还把椅子拿走欸！哇哦，他为什么要把椅子拿走？减少遮蔽物是吧？他现在是选择一只，我太久没去，他还把遮蔽物捡走吗？哎呀，他全部拿走了欸，好屌、哦、！Fuck you！ 食物在哪里啊？诶、欸，我靠！为什么会上锁啊？不知道上锁意何在。反正里面也没有食物啊，我来这里干嘛？ 哈喽，谁会知道食物在哪里啊？二道枝木头也有可能欸。啊！不要，不想死啊！ 靠背，不要，不要 ，fuck you！这里面应该有他们要的东西吧？香？为什么？什么声音？哎，等一下，这只能选一种哦。还有一把钥匙在哪里？ 不能开嘞、欸，另外一把钥匙在哪边啊？哇！过不去了。这个是照片呢、欸？啊，不对啊！按理说就要把它搬开，我没有，我没道具可以把它搬开。这是他的脚步声，我不知道欸。欸，为什么会有螺丝起子在这里啊？太神了吧！怎么会掉一把螺丝起子？
螺丝起子是万用的螺丝起子。所以说我还要继续过、哦。别闹了，这边真的很难哎、欸。这没东西。哦，干！卡住啦！别闹啦！等一下，那边过不去吗？这里过不去啊！他抓的时候往前冲，冲到前面吗？烦啊！那再抓一张，那再抓一张。再抓一张，拜托。干，怎么过啊？不要，大大不要。他这边大概要看两到三秒，然后接着再过去拿钥匙，没有错了，这样子应该很顺了啦，从这边拿，等他拿第二张，看他爆的给拿走了，其他爆的给拿走其实也没差啦，反正我还是有办法冲过去就对了。等他拿，结束。这次很快哦，拿箱，谢谢。像风一样的男人，拉风的男人在这里，像风一样快的男人，没有在怕的啊。等他拿第一张，我就冲过去了。快点啊！还等什么？不要哦！不要哦！睡！去吃屎吧你！我靠！一个肉包让你这么开心啊！好，非常好。门开了、欸。你要肉包，我就直接往你脸上丢就好了，需要这么麻烦吗？干，我的天啊，这游戏！原来钥匙在这个地方啊！人生好难呐、啊！来拿照片。Yeah， 这个照片怎么都这样？这我觉得应该是一些隐藏破关的隐藏结局的道具吧，我随便猜的。
游戏到了终结节拜拜，他的胃被缩小了，因为他们是恶鬼，他们恶鬼嘴巴超小的，没有办法吃大的东西，哦，然后他们只能吃一个肉包就走了这样子，好可怜哦，啊，气死我了，烂游戏。飙车族逮捕案终结，于首领左眼被钢丝刺穿。哎呦，大约在凌晨2点，耶稣通府的这个警察正在这个耶稣通府高速公路追捕这个飙车族时，啊，就是那个飙车族啦，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照片那个飙车族，他们是偷车的，啊，撞上大卡车导致左眼被钢丝刺穿，所以说那个恶鬼。那个恶鬼就是刚刚一直在搞我们的那个恶鬼，懂吗？他们在讲这个叫做劈柴，这个名字好难念哦。劈柴马拉派波撞上大卡车，导致他的左眼被刺伤，所以那个就是恶鬼，他就是恶鬼，他因为偷东西，然后死后变成恶鬼。妈的，你在生前造成人家的困扰，你死后也要造成人家的困扰。总不去死一死呢？哎呦，我的什么指声音？标吓我一跳，被自己的声音吓到。我们要去找简了。我来了，简，I love you。你知道我最爱你的简。简，你知道我在想你吗？那是谁？怎么会有一个小陀佛啊？你知道我在想你吗？这是什么？R20吗？哦，这是真的人还是假的人啊？感觉好像不能使用什么的。有一个东西剪一下好了。Hey man，剪的日记又再次半夜中醒来，但这次的房间不是我的房间，意识越来越模糊。有人在房间一直盯着我，感觉那人在梦中要夺了我的命一样。剪怎么了？啊、哦！一直在那边自言自语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我们现在往哪里走？往左边走，还是直接开这扇门？算了，我要开这扇门。嘴巴收烂还是继续玩？对啊，这就是我的嘴巴啊、口嫌体正直，没听过吗？死了还要叫人再死一次，没有错。请问 Mr. 恶鬼，您的肉包是要加大，还是要加盐巴，还是要加酱油？我跟你讲啦，恶鬼加盐巴吃在肚子里面，他就死了，魂飞魄散了，好吗？原来是锁起来的，那我们没什么好说的，没什么好讲的，门都锁了，是不是兄弟就看这一次啦？你门都锁了，就不代表不是兄弟了。哎、欸，我们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，我们要离开了。耶！我们终于出去离开这该死恶鬼世界了，好累哦！这根本就学沉默之丘嘛，异世界跟真实世界在那边来回交替，然后又有一种 PT 的感觉。PT 的感觉就是你前面看明明有一扇门，等你转过去再转回来的时候，门又不见那种感觉，这是 PT 风格。其实我觉得他这个 PT 做的蛮成，不是 PT 做蛮成功，他这个效仿 PT 的这种风格，其实做的还蛮成功的，就会给人家一种很诡异的感觉。为什么这么暗？哎，我家怎么变这样？哎，我内格了。Room? Again? Again？Jane's still there. 哇哦，I need to get her out. 哇哦，一切都不一样了，必须找回。所以说简他有回来吗？还是简被带到异世界去了？不起来了，再打一次电话，没有人回了。那个之前找我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叫我提姆嘛，啊，他是什么名字？吴什么的吴美啊，哦，忘记叫什么名字了。万家香。铁甲万杆子酱油，铁甲万吗？哇！啊！太小了，耶！又找到一张神秘的照片。
希望可以把它找好找满，是吧？这个门还是没开，我觉得这个照片全部收集完毕才能开这扇门，我们才有办法逃出去。我是这么认为啊，我是这么的认为的。不要趁我在看聊天室的时候吓人好吗？那么久没回家招小偷，嗨，hello。待会又说饿了，再来一份肉包，该不会又找钥匙了吧？看，不要啊！等换他妈妈回来要求肉包，这一次加死的。是我错觉吗？怎么感觉这些照片它上面稍微有点龟裂啊？又诡异了。我们等一下上下二楼哈，这没地方进去嘛？那我们去二楼。不要再找钥匙了，找钥匙游戏，他妈的！小熊娃娃被放出来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小熊娃娃被放出来了？也是锁住，那这扇门呢？看，招小偷了啦！我打电话报警，我东西都被偷光了。这小偷是怎么进来的？什么东西？又是捡的日记。我昨晚正要睡时，疑似听到这个楼下有人的声音，一开始以为是提姆来的，但到楼下。哦，却谁也没看到，但家里也没招小偷，物品都好好的。唯一困惑的是，提姆的合照框突然倒下，放好他又倒下，就是我们刚刚那时候放的嘛。看三小啦，躲起来了。干嘛？干什么？哎呀，你看那个花，那个……哦，没有，那本来就倒下，没事，不要理我。一家烤肉万家香。哦，那个念，那个字念云哦。好，了解。哎，你好，回来了。Pinky 回来了，请问老罗先生，您的薯条是要加大还是加辣椒酱？我都不要，我现在没有食欲了，太恐怖了。还是我们来踢足球，解一下，缓和一下气氛，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来踢一下足球，缓和一下气氛，你们说好不好？你们说这样子行不行啊？这门开了吗？还是关的？怎么楼上感觉？怎么感觉又有人走路的声音啊？哎，又倒下了，一直倒下，冲很小，不要这样子好吗？哇！球莫名其妙滚下来，啊！完蛋了，要我上去了，大大不要哦！哪里的门开了？